我罗永庆，大家好，大家好么？天不衣，共共皮，来到米罗参拜乾隆太妃，祈求公台米罗风调雨顺，好么？祝公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好么？啊，很高兴啊，哈，今天在邱意莹的安排之下。然后在陈其迈市长的陪同，然后我们来到美兰，能够来参拜神龙大帝，啊，内心感到非常高兴啊。然后感谢这么多父老乡亲啊，大家一起来。那如果我有机会担任总统的话，我会好好发挥，发扬客家文化。谢谢。我很珍惜。也很尊重我们客家文化，其中有三个重点，一个就是我们陈其迈市长所讲的应景精神，对，因为我们几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开垦，要遇到台风，遇到地震，然后遇到一些毒蛇猛兽，可是我们都一一克服难关，建立了家园，让大家可以好好的生活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学习客家保乡卫国的精神啊，这一点也是义民也的精神啊，大家都很清楚啊。因为台湾面临着中国的威胁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、不分族群，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，共同守护国家，守护国家人人有责。大家赞成吗？